2020年，全球 COVID-19 肆虐，各产业也受到严重冲击。而在台湾有一间薄膜公司，眼见世界受到疫情冲击，毅然决然投入防疫，转型生产口罩材料，并创下傲人成就。公司成立20年来，秉持着诚信与创新的理念，过去主要以生产塑胶薄膜产品为主，成分皆为食品等级，以开发善待地球且不危害人体健康的塑胶薄膜为使命经营。我们都有做相关的认证，去确保不管是对于环境还是对于人体的危害降到最低，把所有的风险性降到最少，那确保所有的都是符合我们的法规。但是我们发现，其实你送样一次报告出来，它只是一次性的，所以我们决定把实验室，就是所有专业单位他们在用实验的仪器，我们把它买进来到我们的品保室里面。累积多年经验，专业从事塑胶薄膜压出以及板材制造的优质企业，坚持着一贯经营理念，在研发、制造、管理以及售后服务各方面持续不断的努力，针对客户实际需求，竭诚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品质及更完善的售后服务，以优异的品质获得广泛客户群的肯定外，更不断地应用最新科技开发新产品。也是一个巧合的机会，因为欧洲那时候疫情刚开始严重的时候，欧洲他们找不到口罩，所以我们客人一直来问我们说，可不可以帮他们买到口罩出口的给他们。但是后来发现台湾其实口罩也缺，但缺乏的不是产能，而是因为原物料正在缺，而且最主要缺的是口罩的心脏部位熔喷布，所以我们才开始开发这项产品。大概花了4个月时间，我们开发出熔喷布，然后接下来鼻咽条、法令布织布、外层、内层、耳带跟防护口面罩都陆续开发出来。公司以优异的品质获得广泛客户群的肯定外，更不断地应用最新科技开发新产品，对研究开发的投注不遗余力。本公司生产的熔喷布呢，一向是以一般医用口罩，那 N95、N99 以及更高等级的 HEPA 等级，那在不同等级它有不同的标准。那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，我们在生产出来的熔喷布之后，我们会马上经由 TSI 的8130这个滤材测试器，以及8升的压差机来做这个标准的测试。那这些测试出来的数据会再让我们去针对制程做更好的调整。那这些仪器呢，同时也是目前最具公信力的仪器。产品皆先后取得 ROHS、REACH、FDA 等认证，使其产品符合环保诉求且增加应用范围，可作为装饰材料，也能应用于食品包装上。彩丽本身是做民生用品跟食品包装膜，所以我们每一个新产品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去送 SGS 重肉食检测。肉食检测其实基本上都是欧洲的所有重金属含量都会去做检测一下，六大重金属都会做检测。然后在接下来检测通过以后，我们再去送，例如说熔喷布就需要送滤效跟压差，例如法令布织布我们就会去送压差或抗血液合成，甚至微生物细菌等检测。作为国际塑胶压出制造商，更要有责任与义务持续开发更环保、更容易回收再利用的产品，让环境永续不只是口号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行动。那在未来的这一年，我们一样会持续生产提供最优质的口罩原材料，包括鼻梁线、耳带、中间层、外层、内层，那以及防护面罩。那我们更会延伸到高滤效 HEPA 滤网以及防护衣的部分，为这次全球 COVID-19 更尽一份心力。彩丽薄膜跟大家一起为防疫加油，扭脸行大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